你做咩？你话咧？你帮我懵嘛？我哋小姐系好女仔嚟噶。丁神啊，你放过我啦！我得啦。搭一台戏啊，真系有个花人唱唱下。喂，喂，驱魔正片，咩鬼都要躲开佢噶。我同佢讲话，我俾鬼搞，佢信喎。老公，你过嚟。哎呀！你唔瞓咧，佢唔受你沟啊！都等咗咁多年啦，而家先有机会，你要坚持落去啊！你刚才讲得啱，但我知道我哋冇缘分，已经系事实。其实人生就好似一套戏咁，有头场，亦都有尾场。我只不过系暗抢走咗啫嘛。在和平地方，也与你畅游天地。为何未及是你出生在1874？挽着你的手，被彻夜逃避。漫天烽火失散在童年代中，仍可同生共死。再见。Assignments was following a suspect named Madeline Cove, aka Madame M. You need to 完全清楚自己做紧啲乜嘢，杀死佢系你嘅职责。根据 DNA 发现，你嘅女就系凶手。根本冇可能，我个女点会无端端变成杀人凶手？我已经跟咗呢单 case 六年啦。
12点，自己一个人留喺 office OT。揾替身系要呢个替身觉得自己好惨，喺呢个世上我需要再生存落去。唔超过五名同属公司。嗱，鬼同埋黑社会咧，基本上系冇分别嘅，讲着数啫。如果佢成日缠住你咧，你就请个中派老爷嚟收佢，搏佢惊。翻工 ，office 又贵。开阔眼界，登上高峰。高见，高见，高见，触发限制。放开胸怀，天外佳呀，尽情唱，你能面对挑战吗？享受泡泡啤酒，进入精灵石头的世界。